冷月葬猫会是什么味道，或是你觉得爱情会是什么味道？苦涩味，一切美好终将逝去。谈恋爱本来就是要享受浪漫、甜蜜、激情。只要继续跟他联络，你就会更痛苦。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。靠得太近就黏在一起，跟谈恋爱一样，要拿捏好距离。